谁没有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被划过眼前的蝴蝶惊艳？大概50位是我们动保处的粉丝，然后有将近20位是国中小的老师，我两位里长带了20多个，所以爆满是吧？对，爆满啊！我们同仁只能站着看电影。可以站着看是吧？我看到来的人觉得超级感动，满的，这个是大家真的很有心在做这个生态保育。我自己的心就是喜欢蝴蝶这样子而已啊。那对我来讲，我把蝴蝶，其实你们可以看我这部片，我是把蝴蝶当人在拍，所以我讲的其实。不只是蝴蝶，其实我讲的也是一个人的一生。这部片最想要传达的，让小朋友开心，然后大人回到小时候，就是看这部片的人，其实你可以从小朋友的反应，再回到那个最纯真的那个时代。对，当你飞起来，你就是奇迹。拍完一部影片以后，观众很多人会给你各式各样的意见，你在听完这些意见以后，你要把它沉淀下来，然后重点就是不要忘记你拍片的初心。欢迎收看《人生调色盘》。在我们上一集呢，邀请了两位纪录片导演，还有一位金马摄影师。哇，跟他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除了感动以外，也觉得非常的触鼻，尤其是三导演，他今天要发表什么样的言论呢？让我们在现场可以轻松又活泼。首先来欢迎三位特别来宾，欢迎纪录片导演何明瑞何导演，欢迎。消失的紫斑蝶导演詹嘉龙詹导演，主持人还有各位观众大家好。哎，对，会用拍戏的不一定会用面对镜头，因为伊拢好把人面对镜头。接下来欢迎我们台湾艺术大学电影学系副教授林良忠林教授。各位观众好。哎呀，还是我们让那个詹导演先松懈一下嘛，哈，就先问你好了。好，可以，因为好。其实这是我自己怎么讲，我当导演其实是一个让我很错愕的事情啊，因为我以前你的梦想不是这个，不是我以前以为我想说我不想要出名啊，我想要当幕后，是，所以就当导演。结果拍了这部片以后，人家说导演就是最出名的那个人哦，因为你是拍纪录片啊。因为我想说幕后啊，你总不能叫蝴蝶出来宣传吧？ 对，因为我想说我在幕后啊，啊，所以就不会出名。哎，其实坦白讲，林教授现在是不是哈，无论是院线片或者是纪录片，所有导演都要参加宣传呢？像我们上次那个炸团圆的导演叫叶天伦的，那没有演员的时候他就要自己出来宣传呢，好辛苦哦，是不是现在生态都改变了？因为有一些观众希望亲耳听到导演对这部戏的发想跟拍法。其实纪录片或者低成本的电影啊，大部分100%都是导演个人的作品，嗯，所以你是好入院线，什么 Tom Cruise 啊，嗯哦，李奥纳多啊，嗯，哦，然后大家是冲着偶像去。对对。啊，假如不是这种商业片啊，嗯，你属于艺术片啊，或纪录片，然后它整个电影的发想啊，还有包括艺术的形式啊，都是由导演一个人在决定的，包括的资金发行。对。所以导演就是这部作品的灵魂。嗯。然后我们要接触这个作品，要了解这个作品呢，必须面对面呢跟导演交流。对，然后我们才有办法去发行推动。嗯嗯嗯，而且很多人像你们都要一定要随便登台嘛，
很多人可能希望来看映后分享，希望跟你们有面对面聊天的机会啊，比如说就像我今天访问你一样，为什么要拍消失的紫斑蝶啊，然后你觉得危机在哪里啊，有趣在哪里，一定会知道。所以何明瑞导演呢，未经微的预先知道自己会站在幕前，就已经参加了演员训练班了，对不对？其实当初为了去参加这个演员训练班啊，是为了要离开前一个公司了啊。行啊，是陶哥对你不好呀？不啦，因为陶哥那个厂长对我很好。嗯嗯嗯。但是这个是厂长那一份工作是第一份工作吗？对，第一份工作。那是做什么？你是电机系的吗？没有，我是那个电工科。啊，电工科，电工。对。然后呢，因为我在永丰余工作了哈。哎呦，不错的公司啊。那个职场啊，那我当兵前就在那边工作，当兵后又回去，我应该是第一个半留职停薪的。好。但是呢，回去之后我发觉那个整个生态环境不是我当初想象的那么简单，不是我想要的。所以呢，我就提出辞呈。对啊，那我们才群主讲，啊，你是有啥要离开？嗯，哦，你讲不出来。啊，你群主讲啊，因为我们群主讲，我看一个电视的广告，哦，华视演员训练班招生。我想说，这应该是最好的理由了嘛。好，做明星大概都袂动啊。哎，对啊，啊，结果我甲群主辞职的时候，伊讲，我啊，你无你上课啊。你去试看嘛，看你会掉袂掉，对吧？好，啊，阮主任讲啊，你又不一定考得上。啊，对对。好，我想。啊！你戳中了乡下人最基本的尊严。哦、啊，给我好，我亲戚有讲话，无好啦，无你去扣看嘛啊哩。啊，我就去扣啊，结果两礼拜了哈，迄、个录取通知单都寄来啊。我就提这录取通知单呢，过去啊，亲戚讲啊，要辞职。讲啊，你爱上课嘛？啊，你去上课啊？哦，我在上啊。对，我本来上啊上挂年了。哦。三四点都还为工厂离开，啊，就去洗身躯、洗洗，都去搁坐公车去遐台北。嗯，吼，啊，若万一若暗，我若做暗班的时阵，回来甲工厂已经一两点嘛。嗯，吼，叫阮亲戚讲，我建议上课。他还是希望不希望你离职就对了。公假哈，不扣薪水。哦呦。啊，结果就没有理由啦，啊，就去上了半年的课，啊，上了半年之后，就又拿了这个结训证书。嗯。去甲群主讲，群主啊，啊，我来做演员哦，啊，所以他就挡不住了，哈，就离开了。那离开之后也就两个月没有工作，嗯嗯，啊，那因为接无接到通告，啊，无啦，啊，都本来都无想要做演员嘛，哦，啊，毛秀迄个讲啊，你想为人来改这个当临时演员啊什么，我都无想要去，嗯，好，啊，不要好接到迄个华视管理组的这个电话啦，好，伊讲啊，明瑞有没有想来当这个幕后工作？嗯，好，啊，想讲啊，因为华视要开一个叫京城四少，哦，很有名啊，当时很有名。好，我想啊，嘛袂歹啊，无来试看袂啊了哈，因为进前拢看人的演戏嘛，啊，无来现场看人演戏嘛，对吧？嗯嗯嗯。你现在各种大牌，什么张晨光啊、芳芳啊，对吧？对对对，啊，所以就去。就这样进到这一行，嗯，好，那也中间有一段跳过，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啊，你有参加过歌仔戏训练班哦，杨秋瓜语哦，来一杯，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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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新起来白白，用点咩啊？是这样的，因为迄阵哈，华视演员训练班哈，因为迄个叶青老师要开一个华语班，嗯，哦，啊，我那个主任就讲，明瑞，想不想来参加一下？蛮好啊，哈，因为哈正卡来嘛，哈比较公比较古准，对啊，所以老师拿公身，那就要讲好，好啊就去啊，哦啊去上一站了哈，因为迄阵竞争市场已经上档啊，对，上档我都不要，我嘛甲迄个疫情老师讲吼，啊老师好歹势咧，吓无用，吓无用啊，无所以无法来上课，啊疫情老师嘛讲好不要紧，啊你若有用都一定要来，啊所以嘛上一半都无上啊。嗯，你京城四少是担任什么样的幕后？以前我是做制作助理。哦，制作助理。制作助理啊，伊把分配去迄个美术组。对老师咧做这个陈设啦、道具啦。啊，所以你对遐开始算是启蒙的对吧？是。对这个演艺界幕后开始。对。
嗯，啊，你个几年了，才想要家己出来拍？因为无，迄时做做两年了吼，两年了，我就转换小跑道，到了另外一家传播公司，就是专门是做广告啦、节目啦，或者纪录片啦，那后来也因为这样子喜欢上纪录片。哦，你干嘛？纪录片很有内涵，对，因为纪录片你跟这些人哈是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的相处，对，那你会发觉说这个过程中我们在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那我们也在为跟他们在一起生活，一起在学习，那这是对我最大的一种感受，那我觉得这是我很喜欢纪录片的一个部分。那张导演以前好像是当记者。对，我本来是昆虫专家嘛，后来去当记者。哪一方面？昆虫系？我是那个自由时报。自由时报。生活版的记者。生活版。因为我从小高中开始就拍照，其实然后又喜欢写东西，所以他们觉得一个人可以当两个人用，很好。看到。那就雇用了。然后又是专家。可是他们用了以后，我写出来第一篇文章，他们看了就傻眼。什么？他说你在写论文吗？太不生活化了，居然到生活版面去。有看出来，有看出来，有登出去，就变成特色啊，变跟人不同，大家都写的都很生活，我都每天写一篇论文给他们。那也是后来我离职的原因啦，因为写论文是就是对我来讲写文章。太严肃了，我没有办法写出那么轻松的文章，对吧？所以后来的离开，也是去做研究，再过来才有一款，才变那电影呢，拍的这个纪录片，对，我是把蝴蝶当人，那他如果没有照我的表演，那就不是我的问题，那是他的问题，是要跟蝴蝶喊话。没错，我觉得就是赶快飞进来。所以我觉得很，我说我自虐的部分就是说，跟大家，跟同温层的人，感觉真的好开心。我现在我做人代志就是讲，我想要被人家了解，我有话想要。说出来，讲出来。那我常常说，以前我的研究也，蝴蝶不会讲话嘛，所以我没有办法跟他讲话。那所以后来以前其实我是只跟蝴蝶讲话的人，然后后来因为做蝴蝶保育，所以接触了很多义工，我发觉好像开始接触到人的世界，然后我就想。把我的话本来是用写报告、写论文的方式，可是我发现没有人要看报告，那所以有一点与世隔绝的感觉。对对对，我以前就真的就是几乎其实是不跟人讲话的人，所以消失的紫斑蝶拍电影，我做保育什么，其实我根本就不是为了要保育蝴蝶，其实我是为了我心中有很多。话想要讲出来，然后我就是在做我最喜欢做的事，那只是我这个最喜欢做的事，它会导致一个跟台湾有连结，对，导致一个保护台湾的这个意向，那对我来讲，其实我从来没有想过说我要保护蝴蝶，实际上很明确的答案就是如果没有是蝴蝶保护我，如果没有蝴蝶。我没有电影可以拍，我也没有不能把你的心情抒发出来。对对对，所以我刚刚就是说，那其实我做这些事呢，其实我觉得我可能有一个很自虐的部分，就是就像今天我在这边，然后跟老师讲话，跟主持人讲话，我们都是影视方面的人，老师刚刚讲的话，林老师刚刚讲的话有好几。他讲的好多事情，譬如说什么拍蝴蝶，你不能去追他，你要让他，太忝啦，追他你飞也袂紧啦，对你追不到，所以你要让他进入你的镜头，这个
完全就是好像直接打中我，就是你也是这样，我已经爱上他了。哦，是哦，对啊，差不多要到表白的程度。我觉得他真的，可是老师真的太厉害了。对，林教授讲的是一种意境，一种没有一种阐述。可是你刚刚的阐述不一样啊，你就说对啊，我就把镜头放在这边。我说那你就把镜头当成花吗？因为花落自开，蝴蝶自来。对对，我觉得我被给插你的丢了。真的，你对一个东西很了解的时候，就是。你自然会吸引他来，对他自己会过来。就是主持人讲，人落花落自开，花落自开，蝴蝶自来。所以其实我在拍的时候，我的想法，如果譬如说哦，现在就会有一只蝴蝶飞过来，然后飞过的画面，然后转两圈再飞出去。那如果他没有这样子做，我的想法是说，那你不乖啊，你下次要照做啊。就是一个动作以演完的。对，我实际上是真的，我就是把蝴蝶当人。我是把蝴蝶当人。那他如果没有照我的表演，那就不是我的问题，那是他的问题。是要跟蝴蝶喊话。没错没错，我觉得就是赶快飞进来，赶快飞进来。所以我觉得很，我说我自虐的部分就是说，跟大家跟同温层的人，感觉真的。好开心。对，你对啊，你可是我拍了一个部电影，想要同温层的人进入我们的世界。我觉得真的是表演工作者的人都很自虐，都很辛苦。那你还有什么问题想要请教你的偶像的吗？我给你机会。偶像就是你知道偶像的身份吗？偶像他父亲也是一个电影工作者，他获得了第58届金马奖的终身成就奖。他的父亲，对，那林教授，你没关系，詹导演，你稍微想一下，我等一下给你一机会问一请教他一个问题，好不好？啊，你先想哈，我先请教林教授。林教授也是受父亲的影响才走入这一行的吗？对，因为我父亲是台湾第一批，就是国民党接收台湾之后，还没有正式撤退来，那时候大陆政权还很稳固的时候，龙教电影公司的第一批这个练习生啊，然后那时候龙教是属于教育部的，就是说那时候国民党他们有个理想，希望用电影去教育农民，来改善全中国的农业条件。后来就基于这个种种原因啊，包括内战啊，就国民党撤退来，那个电影公司发现没有那么大的农业的土地可以就是拍这影片啊来放啊，就把它变成中央电影公司，属于这个中央党部管的。然后他们就拍电影，然后我父亲就在那个环境啊，就顺理成章的成为这个摄影师啊。然后后来在台湾经济发展的时候，他也成立自己的公司啊，然后出器材啊，接片啊，片量很大，因为刚好就电影黄金时代，所以我从小就跟他出去拍片了。讲不好听就童工。那时候摄影机很轻啊，可是那个电池很大哦，电池都是用那个汽车电池啊，所以还没有我们在看的那个你当时你父亲的年代还不是那种大摄影机就对了。有大摄影机，那是好莱坞的。那好莱坞摄影机啊，就是在台中烧掉了，那叫同步录音的，就是加隔音罩的。那种摄影机就是加起来就整个摄影机100公斤。那我们台湾的系统是用德国的摄影机，是二次大战那个德国人为了战地拍片用的一个非常先进的叫做 Ariflex， 然后那个摄影机精密度很高，然后又观景窗又直接透过镜头来看。那美国的呢，跟美国摄影机就不是透过观景窗来看。所以那个是透过观景窗来看的机器呢，在整个世界独立制片啊，像那个意大利的西部片都有那种机器拍，包括龙门客栈啊，都是用那个拍。所以你就扛着机器跟着你父亲后面走？没有，后来我父亲他就等于说小有成就，然后大量接片啊，然后暑假我就出去帮他打工啊，所以说这个对器家里又一堆器材啊，是啊，灯啊什么，从小都要管理这些。所以就对这个摄影很了解。
然后从那时候就引发你的兴趣，还是说，哎，既然家里在这么做这些，没有，我觉得拍电影太苦了，因为我父亲啊，连过年都不回来，所以我就不希望干这行。嗯，后来大学毕业也尝试去找工作，然后发现工作也不理想。嗯，然后结果去申请国外学校，还发现，哎，国外学校就收留我，然后就一读，啊，读完之后。啊、我一毕业啊，读什么系？我上纽约大学读电影制作。对呀、啊，不是有遗传？没有，就像李安讲啊，不是这个你选择这个行业，是这个行业选择你。嗯，所以就自然而然就干这行了啊。嗯嗯，然后发现还可以啊，这个行业到换我干还可以啊。就是。因为我父亲干就是365天都很少在家，对。那我假如说干这行，我就希望一年干一部戏，然后其他时间都可以休闲了，所以我就没像他那么累，所以还可以。嗯嗯。所以当初在拍李安的推手的时候，你也是拍那部片之后就整年都在休息，其他时间都在休息。啊、那时候就我那时候身不由己了吧？那么红的时候，应该就很多人找了吧？但是就是你。就是那时候拍那部是连着3年拍了，就是其他时间都可以拍广告 MV 啊、嗯嗯嗯，啊，就是不用说朝九晚五那样子很累啊。是啊，嗯，而且那时候很幸运，就是离开学校3个月后就去拍片了。嗯啊，所以就说又是第一部片。嗯，对，所以就说蛮幸运。嗯。你自己也有累积一些，而且从小耳濡目染啊。那个詹导演，你一直看着你的偶像，你问题想到了吗？我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我真的觉得他老师讲的话都是对的。很乖很乖哈。那刚刚林教授说他父亲当时来台湾的时候要拍农教片，农业教育、啊。那大概现在何导演应该有帮你父亲。有稍微有做到了这一点啊，听说，那个何导演就是拍台湾农村，好像花了5年的时间。对，农村的远见哦，那农村的远见，对，公共电视哦，农村的远见。那因为我是协助那个刘松导演啊、来做这个摄影师，那当然我们也希望说，透过我们的眼界啊，去把一些国外的经验，或是台湾很棒的这种经验，能够让台湾人看见。对，所以我们总共10集里面有。去了这个6个国家，哦，不是10集，不是都拍台湾，不是就拍全球，对，包括美国、德国、荷兰、日本、印尼，还有台湾的池上。那我们希望说，透过去每一个地方，他们不管是国家的这种土地的政策，或是人民对土地的这种心感情，对感情，然后让。这些故事能够带回来台湾，让台湾人看见，所以我们也常常用一种，比如像我们到德国去啊、那个距离慕尼黑只有30分钟车程，但是他们很清楚的，他们不想变成为慕尼黑的一个后花园，因为那个地方非常的漂亮，是一个农村，所有的建筑都是红瓦白墙，巴伐利亚式的建筑，那他们居民很清楚的是。就像我们访问的一位居民哦，他说，我盖房子盖得不好看，影响的是你的视觉啊，对，所以他用这种方式来去看待别人的感受。那如果说换成哇，做台湾人啦，哦，一定是讲我家里做得好就好啊，我管你，我出去了拍管你卖看，你卖看哎呀，哦，所以这是一种不一样的。1分钟有10000多只蝴蝶通过啊？为什么？那是蝴蝶的蝴道就对了，蝶道。跌倒，胡说八道，这是胡道。为什么蝴蝶从那边跌倒？为什么不要跌倒啊？所以就是说，当大家是用一个共好的一个概念去看待一件事情的时候，那个事情会非常的美好。所以我们希望说用这种方式把它给带回来，包括他们对土地的这种爱，各种心思怎么。他说我是跟下一代借土地来用，所以当我最后我一定要好好的还给他们，甚至要更好。
那这就是我们希望把这种观念给带回来，因为我们觉得说这在台湾来讲是一个比较不容易的哦。所以你就还是要把，当然国外还是有比较好的那种人事物啊，还是必须要带回来给台湾，大家互相切磋嘛。对，嗯，所以这就是当我们也看到台湾哦，比如说像我们有一集讲到台湾的慈善，台东慈善哈，那也是因为他们愿意放下自己的既有的利益，而且是以大家的利益，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慈善乡那边是完全没有电线杆，那但是当初还是有这种曾经要立电线杆的事情，但是当大家发现这个电线杆一旦立起来之后，影响的是整个的环境的这种视觉的时候，他们就去做一些，比如说去跟他们劝说，最后这个人他也愿意放下自己的利益啊，为了大家共有的更好的利益，所以这是我们为什么把这个慈善来去做一个例子，让大家看到，其实如果说大家愿意放下一点点自己的这种成见，或是愿意放下自己可能会得到的这种利益，其实是可以让这个整个世界更好的。对对对，没错。像詹导演一直觉得说他就是因为自己想要沟通然后接触蝴蝶，让蝴蝶去表达他的情感。其实你说他都完全为自己也没有啊，要不然你做这个干嘛？还是人家叫你做你就做？被逼的。被说是被逼的。这个导演很有趣、啊。其实我觉得有很多事都被逼的。这个是什么？因为我是研究蝴蝶人嘛，是，然后我们就召集了义工，然后想要找出蝶道，然后找，然后就全台湾的义工就帮我们去找蝴蝶经过哪里嘛，结果就有一个义工，他就追到那个高速公路上，就国道三号林内段225K， 然后他一上去，就是那个蝴蝶成千上万被车子撞死。一分钟有10000多只蝴蝶通过。为什么？那是蝴蝶的蝴道就对了。蝶道，蝶道，蝶道，蝴道，胡说八道。这是蝴道，为什么蝴蝶从那边跌倒？为什么不要跌倒嘛？为什么蝴蝶会从那边过去呢？因为人有人的高速公路。蝴蝶有蝴蝶的高速公路。他们有他们高速公路，就是他们会。有他们祖先、你要跟他讲一下啊，说几点到几点不能过啊，不然叫他们飞高一点啊。这个就是说这时候我们人类就要展现我们的聪明的地方，对不对？对对对，因为蝴蝶它是靠本能啊，我们人类有智慧，是我们人类要让道。那如果高速公路那当初就不应该开在那边，那已经开在那边了，所以你们就架设这种叫做防护网。防护网，可是这样子蝴蝶撞到也会昏倒。一般就是蝴蝶它是障碍，它不会撞它，就是它会飞得高一点，所以我们做那个措施就是让蝴蝶飞高一点，飞得比车子高，然后减少它被车子撞死。因为人不愿意让道啊，所以我们就让蝴蝶飞高一点啊。是因为当初在看这个国道三的时候，勘察的时候，可能他们也没有跟蝴蝶专家有这个研究，所以已经开路开下去了，应该要把它处理掉会比较难。因为说，我说被逼的是因为，其实我们发现了，那我们就我们就记录有多少蝴蝶被撞死，然后就写成研究报告嘛。但是就有两位。土木系的老师就来联络我们说，这样我们来做一点工程，对，然后再加上当时的高工局长，他就我觉得他是有魄力的人啊，他就一听到蝴蝶这么脆弱的生命被我们撞死，他说那我们一定要做，他就把所有的官员找过来，然后听我训话，然后就开始做了，真的是训话就是他们就站在我面前。然后我就跟他们讲蝴蝶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就是，其实我是没有办法完成这件事情的，是因为有本来就那些人，很多很多人要一起才能够成就一件事情呐。那听说你到山上去拍蝴蝶的时候，有几次都有生命危险，
比如说被警告啦，或者是差一点掉下山崖这个？就是当然，对我来讲，当然山上是不危险啦，是。山上本来 是有人类的地方比较危险啊，就是都市比山上危险，会被车撞，很危险。其实山上其实是一个很开心快乐的地方。那为什么会说什么悬崖啊、被警告啊？其实后来想想，可能是我自己造成的啊，因为我闯入了人家的地方啊，为了蝴蝶闯入人家的地方，那是人家的地盘啊。你出去拍片都一个人啊？我觉得你旁边应该要有一个会说话的，不然你真的很危险。其实我最久的就是我在高雄茂林嘛。高雄茂林其实他们村子两三千人，每一个都认识啊。就那整个村子，我会讲他们当地的卢凯族语啊。三个部落我都会讲啊。是，我觉得茂林就像我的家乡一样，就是。我是因为有这么多的人才成就了，我觉得应该说我的人其实以前我都会觉得是我去帮蝴蝶，可是我觉得很明显的是蝴蝶在帮我。那这个是在茂林吗？对，这个没有，这个在高雄大冈山。大冈山，因为那你这一章的意思是什么？这一章就是有人去摇树，就是有人去摇树，然后我们就有钱会掉下来吗？叫摇钱树。对啊，没错。没有，就是人类自己看得很开心，蝴蝶看得，蝴蝶在逃亡的画面，蝴蝶栖息在上面。对，然后人就想要摇树，然后摇树让蝴蝶飞舞。对对对，嗯。那但其实齁，我们拍片就是说你去拍蝴蝶飞舞的画面，我一看就知道你有没有摇树。因为有摇树的时候，蝴蝶飞的姿态是在逃亡，可是你没有摇树，它自己飞起来就是一幅就翩翩飞舞的感觉，祥和的画面。所以摇树拍出来的画面我一看就知道，因为让我很烦躁，其实观众也会很烦躁。你会觉得说啊，蝴蝶很多都一样，你以为是这样，但是其实就连三岁小孩都可以看得出来，这一群蝴蝶很烦躁。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是消失的紫斑蝶之后，那其实我们拍消失的紫斑蝶，其实我们是想要启发民众爱护蝴蝶的心，可是我后来发现反而是我自己被启发了。我们现在正在开始一个紫斑蝶救援小组的行动，就是我发起大家一起来看完电影以后真正的保护紫斑蝶。有做大家就看得见了，不管是多少，至少有一个人看见，我们都会感动一个人。很重要。对，我们想请教一下林教授，纪录片的导演也很辛苦，那导演跟摄影师之间一定要有默契，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当初你跟李安导演怎么培养这个默契？跟李安培养的默契，那时候我们两个都学校出来，都完全没有社会经验，所以基本上是在一个同样的教育系统，等于就像武术一样啊，就是说少林啊或武当啊，所以我们会用学校所教的去从事我们的创作，所以那时候在沟通啊就比较没什么困难，然后就很顺理成章的就把工作完成，就互相尊重就对了。对，那如果导演跟摄影师意见不合的话，那个就麻烦很大，在现场两个人都会很痛苦。对啊，因为有些导演他是比较理想化，他要达到的那个效果啊，就是不一定技术上能达得到了。然后他又很坚持。对啊，还有一种导演他是没有经验。他不知道那个拍出来的效果最后到剪接台行不通。对啊，那时候就是摄影啊，有两种方式，一种就是要妥协啊，然后假如说心就是说考虑到内心善良还有这部片的后果，就跟他讲说再多拍几个方案
就你的也拍，我的也拍，然后就要这种号。但导演就说，教授的形容词好好，内心善良的摄影师。因为假如说你完全顺着导演哈，然后我们就顺利拍完了，就到剪接台上剪出来，因为我们电影有很多衔接的这个联系啊，对，还有视线啊，它这些方向假如说错误的话，就剪不起来了。对，那你顺着它，然后最后剪不起来了，那制片人就一看到就火大，就说你在混，那以后你的名声坏了，人家就不敢用。对，有道理。对，先把摄影师，你不是来帮助导演创作的，所以很多都是要磨合。对，像齿轮要磨合，然后要沟通。对，所以我们在拍戏的时候都会先找导演，找完导演就之后就说导演，你有什么习惯配合的摄影师，由导演去挑选，然后这个就他一肩去负责，那他也会挑选到跟他能够配合的，然后只要把我们想要拍的感觉跟他说，因为我们还没有到导演那个资格嘛。看完首映之后就 division 啊，很夸张，对，就是那边，然后就羊水破了，然后就去下午进去，但是半夜了。半夜生出来的。那小孩取名字了没？男的女的？男生沾手了，沾手印。对，他叫沾一龙。沾一龙。Elon Musk。其实你们拍出来的片啊，或者是说你们做过这样的历程，其实一般来说，外人来说啦，虽然詹导演说不辛苦，但是我们外人来看还是很辛苦。你看，就像何导说的，太太问他几个月没拿钱回去了，好，然后你也可能不是很像平常一般上班族一样，可以常常见到小孩，对不对？然后如果说小孩万一就像林教授这样，哎，有遗传自他父亲的这个基因，想要跟随着你的脚步，你会赞成吗？不会，不会。为什么？啊，你自己在做，万一你自己做一道啊，你叫恁囝卖做，做一道万一道了，对吧？那我们会想说，因为我们已经很清楚这个行业啊。当然，如果说他的想法跟我不一样，他就是想说要赚钱，那当然也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他看到他的父亲是经常为了一件事情不惜成本，或是就是想要把一件事情做好。所以完全不去考虑到一些成本。那如果说我的小孩也是这样子的话，我会说你不要当这一行啊。他曾经跟你提起过吗？没有。但是其实我小时候，就是我从小看到他有蛮这样的一个天分，有天分，但是我一直不让他去从事这个行业。虽然说他们从小也会去当童工啦，也会去帮我扛脚架啦，背电池啦，但是我们还是不希望他走入这一行，除非说如果说他真的很有兴趣，那我们就会鼓励他。就像我们在讲的，就像李国修他父亲给他一句话，人一辈子只要做好一件事就功德圆满。那如果说他也愿意把这个事情去做好，那我们当然要鼓励他。但如果说他不是来的那么有这种理想或抱负的话，那我们会说，那你不要，你可以去做别的事情。好，不想这种接让他当你的接棒人就对了。对，因为不想他好几个月好几年没有拿钱回家。好辛苦哦。然后先要恭喜詹导演啊，今年推出了就是消失的紫斑蝶，他不止的生出了这部电影，也生出了小孩的哦。左边那个是他妈妈嘛，对。哦，他妈妈。然后这个是右边是我太太。这你太太？对。啊，这已经生了没？还是？他就是那一天生的。哦，就是那天生，就是首映会那一天进产房啊，就产房，就看完首映之后就 division 啊，很夸张，对，就是那边，然后就羊水破了，然后就去下午进去，但是半夜了，半夜生出来的。那小孩取名字了没？男的女的？男生，沾手了，沾手印，对，他叫沾一龙，沾一龙 ，Elon Musk。一龙，一龙，跟你一样那个龙吗？一龙，对，一龙，而且是同一个龙，对。哦，好像台湾习俗，台湾其实是不可以。嘿，我觉得，但是因为他是外国人啊，我太太。
他就是、哦、你太太是圣露西亚，哎，请问圣露西亚在德国是台湾的邦交国，是加勒比海、嗯、啊，你们怎么认识的？我们在台湾认识的，台没有没有，去演讲，去演讲，对，认识的。然后你讲国语，讲英文，对，讲英文，哦，讲英文，那就是我觉得就是要不要跟老婆辩解这个问题，他想要取什么名字就让他取。哦，是老婆取的名字就对了。嗯、对对对、嗯，因为他喜欢“龙”这个字，嗯、所以就叫伊隆，然后又是 Elon Musk， 让他取一个谐音的。对，那以后小孩子如果有想要追随你的脚步，你会吗？还是还没想那么多？其实我觉得我取伊隆哈、嗯，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我希望他不要把我当父亲。他要当我的兄弟，兄弟，我们两个是兄弟，嗯，因为一个 Elon One， 一个 Elon Two， 对对对对对，我希望，所以他要追随我的脚步哦。我觉得就是，就像导演讲的，我们会跟他讲这个东西怎么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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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然后如果他觉得。我觉得是他自己有没有那个天分跟热忱，我觉得天分很重要、嗯、就是他能不能，就是我常讲说其实拍电影或是拍纪录片我觉得都一样，它是一种感觉，嗯，它并不是一个机械化的东西，就拍电影不是一个机械化的东西，就是啊镜头这样运就会达到什么效果、嗯、这样剪就会怎么样，所以我觉得如果小孩子他有那个天分，那当然要让他去做，嗯，对，那很好，我可以当他的助理，因为当他的同工，对，因为一个导演如果去当别人的助理，他一定表现会很好、哦那个、就像开车的那个哈，是总统，然后后面那个是司机，对，我一个笑话，我都一直想要看有没有人要请我当助理啊。哦、因为我对器材是非常了解啊，嗯，我对应该说我对每一个环节都很了解，我相信当导演也是要这样，当导演都导演不是说我坐在那边，嗯，我觉得一个导演其实他要了解所有的事，他连灯光他全部都要了解，并不是我都不懂我交给别人就可以了，对对，所以在这边征求有没有人要找我当那个？那一起来卖豆花，一起卖豆花。他是说要拍片的助理，不是卖豆花的助理。没有，我觉得卖豆花导演做这个事情也绝对会是很好，因为我自己煮菜也会很龟毛，我也会就是很自我感觉良好，就啊我这样弄就会怎么样，所以导演做出来的豆花一定是很。刚有吃过哈，精致。我们要去跑偏乡了，我们要去跑偏乡，缺乏你。好，跑去偏乡可以，我可以那个，我们一起放映我们的影片给他们看。对对 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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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欸，可能边吃豆花边看电影哈、嗯。最后我们还是请林教授来帮我们给怀抱电影梦的年轻人看有没有一些建议，好吧？嗯，我觉得电影啊，在台湾这个环境啊是非常辛苦的。嗯。因为目前我们的电影都还没有办法得到这个本土观众啊他的热烈的一个拥抱啊、嗯嗯，所以我们在上这个院线都比较困难，因为这个电影我们目前要观赏的管道有大量的这个外国电影啊，还有那个大陆的那方面的影视啊、嗯，所以我们从事这个电影就是。非常辛苦，那同学们只要从事这个行业的话，我认为就是说你一定要像两位导演讲，就是你们要有一个怀抱，要有一个抱负，然后要有一个目标，要有一个理想，然后同时不要忘了生活。我从这两位导演他们聊天他们都很懂得生活，很懂得调试，对啊、哦、然后其实当导演很难，当导演啊就像一个桌子一样有四只脚，对，然后这个四只脚呢你每一个脚都要平衡，一个就是你的资金、嗯、你要如何去找资金啊、嗯嗯哦、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你将来面对观众你要有没有有观众，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的工作人员，嗯啊、哦，然后另外就是你的家人、嗯，这四方面要平衡好，你才有办法安心的去创作。嗯、要是每一方面
就是四个画面只要有一个方面不平衡，这个桌子就不平。所以当导演呢是非常辛苦的。对啊，所以说年轻人只要从事这个行业，就是说你一定要有一个抱负，然后你才能吃这个苦啊。然后还有你要懂得像这两位导演一样，你要懂得生活，你才有办法去调适你个人的生活，还有你的家庭，这样你的人生才会过得很美满。对，谢谢三位来宾，谢谢啊。当然如果说一样想要当电影导演，当然没有办法一步登天啊，你还是要从基层做起。如果还是不了解的话，我们现场三位贵宾呢嘉宾呢，他们都愿意跟大家分享，好，可以上来请问他们一下。今天非常谢谢三位，也谢谢大家收看人生调色盘，我们下次再见哦，拜拜。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俚俗语叫做三分前场七分后场啊。前场就是目前的工作人员，比如说演员啊，那后场就是幕后的工作人员啊，那个是歌仔戏的行话啊，只要打上舞台啊，在那顶头表演给人看，那个叫前场。后场就是这文武兵啊，也就是幕后的工作人员啊，这就是举例说大粒石头嘛，爱有细粒来给你捡，哈、哦，所以就是啊，无啊，工作人员虽然也默默隐身在幕后啊，让目前的演员们发光发亮啊，但是他们的功劳不会比目前的人还要小，所以呢就是讲，若无后场的协助，你头前这三分的这个前场的人绝对袂当有这个光彩，所以咱要互相尊重。无后工作人员嘛真重要哦，希望讲无前甲无后拢会当好好啊配合，哦，恁所有的代志拢会当发光发亮哦。